大家好，我是新天海外工程师 Tiga。 今天我们来到了罗马尼亚来拜访一个老客户，客户的公司主要是做金属材料加工。下面跟随我的镜头一起走进他的工厂。这是一台包围式双交换平台12000瓦切割机，客户选用了瑞科激光器和普利兹的切割头，现在是客户操作设备，准备切割加工零件。